胡教授，哎，哎，这个裙子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哎，来坐坐。哎，小美到我店里去过。哦，她找你干嘛？说赔偿。赔偿？啊，嗨，她呀，一不小心把这条裙子给烫了一个洞，哎。 非要赔我800块钱，我这不答应吧？非坚持要给我写一个欠条。啊，还写欠条？哎呦，这孩子，你看，他什么都不跟我说。不过呀，我倒真挺喜欢他这个处事风格的，啊，有骨气。什么有骨气？他是跟我置气。啊，跟你置气？ 我跟他父亲，哎，算了，不过去了。哦，那个傅教授，我来呀，就是想麻烦你，把这件衣服啊交给他。我已经把烫坏那个地儿给补好了，你就让他拿着穿吧。也别说什么赔偿的事儿，您是他最尊重的老师，你说话呀，他也许会听。 好好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啊，那个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哎哎，好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没关系，你看这天这么好。哎，对了，我陪你啊，逛逛我们校园。那好。走走走走。那行，那谢谢啊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校园。 像花园一样。嗯，挺好看的。尤其这个树，你看，新长的叶子呀，火红火红的，漂亮吧？好看。哎，你最近还常去广东吗？我也不经常去。拿货的时候呢，我就让小红去。我去主要是看看今年流行什么新的款式，主要是为了去学习。哎，对了。 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呀？你给我小孙女买的那个裙子，哎，她可喜欢了，老说要见你。是吗？下次啊，我再给她买一条。还有我的女儿女婿，对你印象特别的好，老跟我说呀，让我请你到家里来吃饭。那你看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哎呀，我最近吧有点事儿，挺忙的。回头咱们再约，好吧？ 我吃不下了，再吃点，还没吃完呢，都快。吃点吧，您那碗，哎，都在呢哈，您看什么？哎，我给你打了，我们食堂的打卤面，这打卤面可正宗了。还有黄花菜呢，您看，还有黄花菜呢。你吃点吧。吃不下了，还有包子呢，您看看这包子，韭菜鸡蛋馅的，这是我们食堂师傅现蒸现包的，可新鲜着呢。包子里面有。这么，有粉条，有吗？吃完了吗？哎，叔叔，哎，你自行车呢？啊，我自行车囤那边了。 怎么你们认识啊？啊，这是童美的父亲。啊，那个，这是那个小美的老师胡教授。哎呦，老哥哥，你养了个好女儿啊，功臣。 功臣呐！那个，他是说，他和女儿，从心里边感激你。啊，哎呦，哪有啊？是你做父亲的苦心感动了我，是小美的孝心感动了我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来看女儿。
顺便干点活儿。哦，哎呦，老哥哥，你女儿有你，真是好福气。哎，对了，见到女儿了吗？嗯嗯，我见过了。啊，我回去了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呦呦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 顾家硕，我也走了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？穿帮了没有？嗯。那我爸他说什么了？你爸说，他走了。走了。走了。那去哪儿了？ 你爸撤退了，你自由了。他妈这回相亲了吧？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你又干嘛去啊？ 佟林，佟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就走。 佟林，你坐在这儿对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佟林，佟林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会躲在这儿啊？没事儿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我走了。 是小美，对吗？已经是小美，只有她能够让你这么不顾一切。我回家了。 你要去哪儿？我回家。 你哪也不许去。
没事儿，你不是洗澡了吗？赶紧把它穿上吧。没关系，这是我们那个出租用的服装。哎呀，你别感冒了，来来，穿上。来，哎呀，你就给我吧，我顺手就洗了。哎，你呀，下楼吃饭，小心点啊，楼梯。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妈妈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？将远去的脚步，看着眼熟吧？多少次我忍住羞愧，这就是你当年送给我的。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这首我不在乎。年代太久了，有点不好使了。这个牌子，现在没有了。对对，这个牌子的不生产了。这次我当年还是挺贵的。哎，现在啊，不是流行复古风吗？我呀，就把它放在那儿，也当一摆件。今晚你就住这儿啊，反正我这里没人。我还是回去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啊正好缺个守夜的，你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惊醒一点儿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妈妈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？小姐，你几位？请问有预约吗？啊，我找石君迈。他在这儿唱歌，我带你进去。哎，谢谢。
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已经连续演奏7首钢琴曲了，观众马上就要扔鸡蛋了。梁子，你太不靠谱了，你把我坑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总之你快点，你找我。那个，叶宝宝让我来求你。那个公主病啊，您看。你能不能？1000个不能，1万个。什么时候？到哪儿了？不行，马上！观众已经拿我当了2个小时的下酒菜，你再不来，他们就要砸场子了。这样，你帮我找一个能唱的，只要能出声，不管什么风格，我不跳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。不用了，我找到了。新找来的，拾金麦的人，今儿梁子没来，临时叫来救场的。
唱的不错吧？唱的倒是可以，长得也还行。不过他没上过台吧？可能第一次。还行。哎，叶总，叶总，您来了，包小姐给您准备好了。哎，对。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喂，你对我这么不负责任，你怎么让我为你委曲求全？还想不想教育了？不用了，谢了啊。来，往裙子上爬，来，你们喝点。你可告诉你说的啊。好，好，小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那个叶叔叔，哦不，叶总，叶总。叶总啊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城府还挺深呢。刚来就知道哪棵树的枝儿粗，叶儿大呀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小妹妹，叶总啊是玉姐的，心急了点儿，你想撬过来，难度有点大。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们俩都在这儿，观众在台上晒鱼干呢。走，先去干正事去。哎，不，先生，我不是来表演的，我就想找那个叶总。别先生的，我不比你先生几天，叫我熊熊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们快去，先去把场子搞热再说。叶总这儿我看着，快走。不是，哎，快走，快去。叶总，知道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叶叔叔，我可找着您了。上车。上车吧。哎。你去问问石君吧，看看那丫头是什么来历，问问她能不能签个长约。好嘞。君麦，我给你报喜来了。报什么喜啊？肖经理要跟你们签长约。我和梁子呀。
再猜。真聪明，高兴不？你高兴，我高兴。还得他高兴。讨厌！易叔叔，那个，我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一直打不通，我以为您是故意不想见我呢。易叔叔，那我代光明向您道歉。要不然等光明出来之后，我带他找您，让他亲自跟您说对不起。其实光明他啊人挺好的，就是太冲动了，做事不考虑后果。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求求您，能不能别起诉他了。叶叔叔，小美同学，叶总呢他一喝多了就睡了，要不这样，今儿就算了，明儿你再来找叶总。那好吧，您停车，我下去了。小美同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大意了。叶总一到家就醒了，他知道以后大骂一顿，我们担心你，就跑回来找你了。冬梅，冬梅，对不起，我那个刚才啊喝多了，醒了之后他跟我说说你已经下车了，这黑灯瞎火的。又是大半夜的，让一个姑娘一个人走，多不合适啊！学校大门都关了吧？这样吧，我在那个附近找个饭店，回头你住那儿，明天再回学校吧。不用了吧？还有，你听我说，就是你那个小朋友田光明是吧？我呢，我不会去起诉他的。前段时间他们找不着我，是因为我出了趟国。真的吗，叶叔叔？对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你知道我肯定饶不了他。谢谢您，叶叔叔。行，小黄，哎，在附近找个饭店。好嘞，好嘞，叶总。来，小美同学。小美同学，用一下您的身份证。你身份证带了吗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那个叶叔叔，你看，我就坐那块，坐几个小时天就亮了。那干嘛呀？你赶紧的把身份证给他，让他去给你办。时间都不早了，啊。你看这都几点了？开房是吧？对，开房。上楼。自己一个人住过饭店吗？行了，你去房间吧，明天早晨让小花来接你。啊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麻烦你们了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你们就在家休息吧。瞎客气什么呀，顺道的事儿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小美，明天早上6点我准时来接你。
叶叔叔，原谅我小人之心，您真是一个大好人，等我将来找机会一定会报答您的。爸爸，您现在在哪儿呢？回家了吗？小妹。爸爸。想去学校看看小妹。你是去看看还是去看着呀？佟林，我知道你是个认死理儿的人，我也劝不动你。我就是觉得，你跟小美这么顶着，你只能把她越推越远啊！哪有一个女孩子上了大学了，她的爸爸天天到大门口去看着呀？小美是你一手带大的，她的性格为人你最了解了，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天天到那儿去盯着？你不知道。是，我是不知道，我又没生过孩子。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啊，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落落的再出门，别让小美在同学面前难堪。我去看看小美，跟她说句话，今天就回去。总算想明白了，下楼吃早饭吧，吃完早饭再走。叶叔叔，您怎么自己开车来了？我让小黄去机场接人了，我就自己过来了。上车吧。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上来上来。哎，坐前边吧。坐前边说话方便。哎，同志，你找谁呀？我来看我女儿。啊，现在还没开门呢，还需要几分钟呢，你先等会儿吧。这个人是谁？你昨晚没在学校。童梅，怎么这是你爸爸？爸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晚上不在学校住，你和他在一起。
红梅，这是你爸爸吗？我爸爸不会说话。老童，你好，我叫叶伟东。爸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爸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童梅，你爸爸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老童，你听我说，千万别误会。孩子呢，昨天晚上是和我们在一起，但是他是因为田光明的事情。田光明，你知道吧？爸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爸，爸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大人是要进监狱的。这学我们不上了，我们回家。不，我要上学。这学不上了。你跟爸爸回家去。不，爸，我们为音乐学院付出多少心血啊，怎么能说不上就不上了？你要跟爸爸回家，不能和他在一起。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千万别误会，好不好？跟爸爸回家。你不听爸爸的。爸爸，我不想惹您生气，您是我最亲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就一直听您的话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想让您开心。你也一样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让您这么生气。我这么告诉您，我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情，更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。我不想退学。